时间越来越远，走过每日，亲眼证实世界在变质，围墙越来越厚，光天与化日，怎么心会开始变黑？最美的一幕彻底删走我，再不可失去什么，便无惧代价与结果。无人会问我有没有真的快乐，时间若到了便转身离座，无人信任我，我没法可说清楚，谜语渐爆破，谁亦没处躲，让我消失以后，谁会念着我？江湖饭局就决定在8月18日，因为8/18是伟杰放监的日子。我而家反而最担心的是九支强后面嗰个陈欢喜。欢喜哥，我哋俾你跟到，要走。我觉得我中意咗庞浩洋，我想正式退出卧底工作。你当年给不到幸福他，就算今时今日你都不会给到幸福正直，分分钟还会令他的生命危险。喂，好机烂成这样还有没得救的？尽下人事咯。你已经浪费我成朝时间了。技术技艺是要时间的，但你的时间就没有浪费到。你要的东西就应该在这里。部機是爛了，但鏡頭張卡就應該沒有壞的，舵機那一下都應該還在拍。那即是有機會見到歡喜跟誰見面了？那你早響嘛，還用什麼弄？私夥嘢嚟的，我們現在不是警察，沒得 claim 的。陳歡喜，歡喜隔離那個是什麼人？我再放大一点看看。韦作荣 ？SIA 韦作荣啊？陈欢喜点解会同韦作荣见面？上次徐天堂带走了欢喜，今次韦作荣又要同欢喜密会，睇嚟 SIA 是处心积虑，想干预崇联社选坐管。为什么 SIA 要这么在意崇联呢？韦作荣和崇联的关系看来不简单。King啊，你搞定好听日谢伯契爷出差嗰啲嘢未？搞定啦，阿伟爷一出嚟同佢食个靓饭，冲个靓凉 ，happy 完之后，夜晚先去个饭局。住嘅地方？皇宫一样啊，我转头拣对孖妹去做宫女。哎呀，妈呀，啊，你问外哥要不要？韦作荣会不会接韦杰啊？我联络过他，不过他没复，可能真的要给点时间他慢慢接受契爷。胡碌嫂，你又嚟做乜嘢啊？胡杨哥，你听我讲啊，胡碌嫂系冇搞阿伟嘢噶，你俾个天个做蛋，佢都唔敢啦。你唔好玩人，去入边打佢啊！你好啦，我话俾你听，你再唔走嘅话，我女人都照打啊！祸不及妻儿，有佢啦。阿嫂啊，其实我唔憎胡碌嘅，但呢个江湖规矩，冇人情我。胡杨哥，胡碌嫂。不如咁啊，你将你知嘅嘢话晒俾我听，或者我可以帮到你。喂，成座山咁，边食得晒啫？哎，咪食得饱。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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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出到去咧，就跟阿伟爷揾食啦。系啊，伟爷，记得睇住啲细啊。我咧就嚟闻到棺材香啊，你跟我做咩啊？一齐闻香啊！伟爷，唔好讲呢啲啦。细佬就出去，一定揾你饮茶灌水，食饭跳舞，我嘅。
係啦，第日出到去揾個飲茶灌水冇所謂。咁社團嘅嘢俾啲後生搞得㗎啦，浩洋搞掂㗎啦。我啊落得清閒啊！誒，以茶代酒。好，有有有有。好兄弟。唉，食飯食飯。阿偉爺，嗰頭上次懟你喎，心想我哋做啲嘢，我話你出茶。唔使理佢，呢啲人等天收啊。喂，有冇事啊？不還聰，偉爺，你早有預謀啊？唔係我喎，如果我做嘅，佢一早冇命啦。使得輪到我出賊，貪大吉利是。唔係你偉爺做，咁邊個做啊？會唔會係你契仔幫你出頭咧？哎呀，啊，阿 Sir， 醫生幾時到啊？哎呀，我肚好痛啊！哎呀，哎呀 ，Sir。醫生到底幾時嚟啊？我嚟打針。放心啊，痛多三分鐘嘅啫，跟住你就會冇曬知覺，舒服好多。咩？咩冇曬知覺啊？死咗個冇知覺啊！我頭先同你打嗰啲係毒藥。你條命剩翻兩分鐘，唔想死嘅就聽我説話做。我問你，邊個指使你殺死偉傑？我咪講咗咯，符碌啊！符碌話冇做過啊！真係佢指使我噶。你剩翻一分鐘，你信我啦，係符碌啊！你笑咩啊？一個人臨死前嘅遺言，係你信我啦，符碌啊！聽落都幾好笑啊！嗱，補充一句，你而家剩翻三十秒，你要我點樣講先相信我啊？符碌啊！就算你整死我，我都係講符碌噶啦。嗱，我打解藥都要時間嘅，好語咁問，真係符碌指使我噶，符碌啊！真係符碌。十、九、符碌啊！八、七、六、五，係韋作榮，韋作榮俾咗50万我懟冧偉傑。嗱，我而家講咗啦，解約。頭先同你打嗰啲係暴徒黨嚟。嚇？你喺監倉裏邊食嗰啲，只不過加咗草酸鈣。過兩日自己會排翻出嚟，你咪當清下腸胃。偉傑，你今日出入跟我出去。入嚟啊！走。偉傑，有冇咩想講或者投訴？冇，阿 Sir。有個人想見一見你。喂 Sir， 手續完成的了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喂仔，咁鬼高的了，點解你嚟接我嘅？二契仔，庞浩洋嚟揾过我，佢同我讲你今日出贼，可能我系保安局啦，佢嚟通融一次，俾我入嚟接你。真系估唔到第一个仔见到你，好开心。行啦，阿爸。韦作荣想买空杀死契爷呢单嘢咧，我真系唔知点同契爷佢开口。等我讲啊，韦作荣我揾翻嚟嘅，点会谂到佢连老豆都想杀啊？呢单嘢我多少都要负啲责任。想食咩啊？不如饮茶。
啊，你記唔記得有間茶樓咧叫做玉鳳啊？你細個嗰陣啊，我成日同你去嘅咧。我上網睇咧，玉鳳冇做咯。冇法啦，第二間啦。依家啦，好冇？我喺入邊咁耐啊，脱曬節噶啦，你揸注意啊！就呢間。点解契爷咁耐都未出嚟？人哋咪话入去问下嗰啲惩教先生咯，后生仔你俾耐性得唔得？好闷咩？选举粒花生啊？点啊？发生咩事啊？个职员话伟杰一早俾家人接走咗。伟作荣，佢用保安局嘅身份提早接走伟杰。我哋真系冇办法，睇嚟佢系想伟杰今晚去唔到你嗰个江湖饭局。点解契爷会有啲咁样嘅忤逆仔噶？而家最紧要咧，就是快啲揾翻佢两父子出嚟。兄，即刻同我发生晒所有兄弟，一定要揾到契爷同埋伟作荣出嚟。我哋而家喺度等都冇用噶啦，不如一齐出去揾下。你唔好周围走啦，你翻去打电话今晚个饭局，我会帮你揾伟爷翻嚟。咁我等你好消息。鹌鹑蛋烧卖。有翻以前啲味道啊！你之前咪好中意食嗰間酒樓玉鳳嘅，個點心師傅咧就退咗休啦，咪徒弟咧就嚟咗呢度，所以帶你嚟。唔怪得啦！誒，偉爺啊！哎呀，認唔認得我啊？英仔啊！呢個我家姐寶林。偉爺好。英仔，寶林，認得啊，認得啊！咁高大噶啦，我仔榮仔啊！哦，榮仔你好。以前都入房嗰時咧，你兩個啊成日一齊玩嘅，試過打交添啊，記唔記得啊？係啊，記得榮仔啊嘛，好孝順喎，陪偉爺飲茶。啊，偉爺咁耐冇見，整我啲撚手點心俾你試下，坐一坐，慢慢等等啊，即刻嚟。多謝曬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啊，時間真係過得快，咁高大啊！你唔記得咗啊？以前入房門口有條橋噶。橋下邊咧有幫錦鯉，你同我英仔好中意喺上面玩拍公仔字嗰啲啊，試過打交添啊，記唔記得啊？冇咩印象。唔緊要啦，咸豐年代嘅嘢，唔記得都好正常嘅。嚟食嘢食嘢，啊食嘢，嚟再食。浩洋哥，我見到偉爺同一個銀灰色頭髮嘅男人喺長福茶樓出現。誒，先生幾位啊？經理啊，你有冇見過一個光光地頭？埋一個銀灰色頭髮嘅男人喺度食過嘢。你銀灰色頭髮嗰條友咧，個樣好串嘅，好似成日想撩人打交咁樣。哦，有啊有，不過走咗咯。佢哋走咗幾耐？都有成半個鐘噶咯。咁你有冇偷聽到佢哋之後話要去邊咧？哦，冇啊。不過佢哋有問我泊車費咯。我去商場管理處問下，你又等我。得噶啦，留架车俾我。荣姐，你大老豆翻嚟以前住开嗰区啊？呢度以前系棵老榕树嚟噶，而家变咗地铁站啦。唉，三十年啦，你又变到神高神大，我系成副老骨头。我 check 过噶啦，以前细个同你住喺附近，喺呢头翻学，系啊，好多嘢唔记得咗，不过都想揾翻嗰个感觉。同你出去行下。荣仔，你买翻以前间旧屋啊？我都想了解翻之前发生过嘅事，
我見佢放售價錢又啱，咪買翻佢咯。咁你有冇印象啊？嚟，我嚟話俾你聽嗱，以前咧將食飯台就擺呢度嘅，電視機咧就呢度。我哋一路食飯啊，一路睇《勢不低頭》。你個傻仔啊，見到陸國榮殺人啊，仲喊添啊！咩嗱？後邊咧就擺喺張書台，你細個就喺度做功課噶啦。咧 ，sofa 就擺呢度。咁啊，每逢禮拜咧，你老豆就攤咗喺度睇跑馬，你就喺呢度騎馬仔。咁多年記得，都正常嘅。真係令人懷念。你真係中意嘅喺度住啦，我都係諗住放租啫嘛。明姐，唔好意思啊，老楊安排咗地方俾我住。係喎，你仲有個契仔嘅喎。唔緊要啦，你中意啦。好啊，好，我喺度住。冇咁勉強啊。冇勉強，我講聲得㗎啦。如果係咁嘅，我同你買啲藥物先。好，而家買，而家買。你大个嘴揾阿烟仔，话系蔡海文。记住，最紧要系伟爷，伟作荣都系其次。喂，海哥，长命 case 啊，长命茶啊，饮啖嘢先。喂，你好似成日冇食过嘢喎。我今朝买咗啲点心，两兄弟一齐舐咗去。买咗成朝噶啦，盒点心。喂，我特登喺长福度买噶，你唔食就算。長福依間嘢新開喎，專門賣啲新潮嘢，點會有呢啲鴨腳扎啊？今朝個阿姐同我講，佢話咧，佢個主咧就喺執咗間肉鳳茶樓咧，就轉過嚟噶嘛，咁所以咪賣翻肉鳳嗰啲招牌點心。肉鳳咪以前偉爺個飯堂，佢都喺附近住。好啊，我突然有啲想屙屎啊！你慢慢推嚟喺度等我啊！喂，攞埋盒嘢走。啊，明姐，啲大斑鱼咧好多只色噶，我喺电视见过。呢啲唔系大斑鱼，系按摩鱼，入去睇啊！呢位，软淋淋噶吓。阿爸，试下，试得噶咩？试得噶，嚟。哦。咦？喂，好过瘾喎！好似真系有个真人同你按紧摩咁喎。你系咪中意啊？中意买啊？冇嘥咁多钱咯。最紧要你中意。以前冇呢啲高科技嘢嘅时候咧。有樣嘢叫搖搖燈，木做嘅，搖下搖下好舒服嘅，你記唔記得？屋企以前有張搖搖燈嘅咩？係啊，我擺喺廳度嘅，平時啊我嚟瞓晏覺。咁啊每次咧我瞓著咗，你個百厭星啊，走嚟係咁起曬搖我，搖到我醒為止，跟住跳上嚟我大髀度，要我繼續搖啊！附近咧有間家私鋪嘅，好似有搖搖燈，不如咁啦。房咧就擺按摩椅，廳就擺搖搖凳。哎，以為有現成嘅，原來要自己砌。哎呀，好簡單啫，二個食生菜啊！哎，嗱，呢支插上邊，係啦，你老豆喺裏邊踎咗幾廿年啊，啲手木工啊，拍得住三行啊，西裝骨骨，唞陣啦，你今日搞成日噶啦，等老豆搞啊！飲啖水先，唔該曬啊！想陪老豆齊整開聲啊！嗱，你扭中間，扭完呢邊之後，扭埋呢邊，扭實啲啊，搭死老豆啊！試下舒唔舒服？係咪唔舒服有得換先？冇問題，換到舒服為止。
哎呀，啊！小心啊！好。哇！喂，正啊！我好舒服啊！啲咩感覺都翻曬嚟啊！玲姐，以後都好似今日咁，多啲陪老豆嚇。冇問題。不如咁啊，今晚打邊爐啊！而家去街市買餸仲趕得切。哇！搞到咁晏噶啦！你唔中意打邊爐啊？一系咁啊，附近有間打冷，網上評分好高嘅，去試下。玲姐，老豆今晚有個好重要嘅飯局，一定要去嘅。頭先我見到咧，以前我哋去嗰間冰室仲喺度啊！你細個好中意喺度飲黑牛噶，第日再試過。好啊，我車你去飯局。喂，傾啊！我見到韋作平接走咗韋爺，你幫我通知全世界，留意一部黑色嘅七人車，車牌係 Julia Peter 73-1，有消息即刻通知我。玲姐，你車我哋呢度做咩啊？我哋唔去福寶酒家咩？玲姐。你唔想老豆去？只不過今晚飯局出賊前，我應承咗浩洋噶。爸爸，呢度靚唔靚？咦？大會堂喎，個碼頭咧，哇！以前呢個海嚟嘅喎，哇！啲樓啊，呢度咁高啊，香港真係變得快啊！阿爸，其實你問我係咪真係忘記曬以前嘅嘢，又未至於嘅。我記得你坐監之後，我去咗美國一個寄養家庭度住，我就話係家庭，其實得一張床，兩餐飯食。之後我去過四個州，轉過六個寄養家庭，直到我18歲。咁咪即係好似人球咁啊？嗰陣每逢生日或者各時各節。我都會一個人去附近一個最高嘅地方買個蛋糕，買支蠟燭，望住山下面無數無數咁多個家庭，我會幻想其中一個屋企係我屋企，入面有人等緊我，同我慶祝生日，同我過節。可能我已經習慣咗呢一種生活，已經冇咩感覺，所以我一直冇諗住要迎翻你。更何況我係執法者，你係黑社會，我哋嘅身份係勢不兩立。直到嗰日喺拘留病房，我見到你受咗傷，俾人鎖住咗。你好慘，但係唔知點解，你見到我嘅眼神，你個眼神好開心，好幸福。呢個眼神，我真係忘記唔到。亦都因為呢個眼神，我同我自己講，我應該俾個機會你，同時亦都係
俾多個機會我自己。明姐，多謝你俾個機會老豆。只不過有一個要求，你要同黑社會完全脫離關係。我知道你今晚去撐龐浩洋，幫佢選創館，你知唔知？如果我送你翻去，就是親手送你翻黑社會嗰度，我真係做唔出啦嘛！點解搞個飯局都要 book 正喺對家酒樓？啤嚟啤去好型啦！Amanda 你應該未睇過古惑仔啊！只要你嘗試代入個角色，即係明成件事，認到核爆。Amanda 你肚痛啊？屙屎唔出咁樣嘅，投入唔到。翻去先慢慢練啦，做緊正經嘢啊！龐浩洋，你覺得佢勝算有幾高？龐浩洋有前坐館偉傑撐場，又有卓海幫佢招兵買馬，四個字講曬，坐定粒六。陣間邊個撐個場？新坐館講過啲乜嘢？我全部都要 record 喺手。我辦事，你放心。陣間我架車會全程看住，冇突發情況，唔會有任何 action。但係卓海之外係 CIB。之前我都是避開他接觸龐浩洋，你有冇辦法可以令到我哋唔使同場？卓海的而且確個筆，但我喺度，佢半隻腳都唔會入到酒樓。我哋兄弟之前盡力啦！再加，嚟嚟嚟嚟嚟，林志强，你搞掂啊？我哋过去嗰边啊，好，慢慢。喂，大家好，喂，多谢兄弟，大家好啊，哎，你好，喂，大小姐，多谢晒，欢迎，我大小姐冇咩多，一净系咁多，嚟，九子，恭祝你马到功成。成李桂兒啊！酒未菜過，招呼唔到啊！飲多杯。今晚唔會串到，我哋不醉無歸。一定啊！不醉無歸。喂，飲住先。喂，坐，再兩杯。坐。阿力，嗰邊威爺到未？好似未啊。唔好好似啊！佢到咗，我哋就死嘅啦。唉。我哋系阵个猫哥，你睇欢喜哥定个台友，我睇佢有口着。嗰条友会唔会点我哋啊？啊，睇我啲记性真系。啊，唔系轮到你出足咩？欢喜哥，喂，点啊？想打翻两波啊？阿顶，慢慢玩。其实欢喜哥啊，使唔急嘅。牌就喺你面前啊，順將佢打咪有五成啊！等咩啊？喂，林主，兩邊咩情況？兩邊都係六點半之後開始有人入場，而磅浩洋嗰邊就嚟咗扁爺同埋飯鏟頭，劉力同埋金青嘅大聖爺就去咗九子強嗰邊，而兩邊啲僆暫時除咗迎賓之外，都冇咩特別動作。未夠鐘開席。喂，林主。啱啱紅英前彩管爆屍入咗福寶，呢個龐浩洋都幾有面啦，連佢都請到嚟。繼續望住兩個門口。Yes, madam。啊，老友，個表得唔得？畫面一流，不過可以影多啲主角。支持，多謝支持。
一講曹操，曹操就到啦。招呼唔到啦。哇哇哇哇哇！靚仔到咧，新郎哥咁啊！講真啦，喂，結婚冇咁大陣仗啊！啊，如果第時我同阿兜結婚嘅話咧，旅行結婚算啦。係啦，唔使咁麻煩。喂，做乜自己一個人悶啊？我隱退咁耐咯，我懶得同啲人掃掃啦。你唔同啊，你咁啊主人家啊，多去同啲叔父啊聯誼下，溝通下啊。好啦，咁你自己搞掂咯喎。嗱，今日啲酒咧，我自己揀嘅，吹得好啊。阿海哥點啊？盡快啦，啊，大佬等緊啦。拜拜。出去揾你啊？咩事啊？喂，浩洋，就嚟開席噶啦噃，偉爺仲唔見人，佢究竟嚟唔嚟噶？係咪都應該等佢翻屋企嗱，攬過火盆，攞啲碌咗葉，洗過身，整走曬啲衰氣先啊嘛。晏啲到。佢究竟嚟唔嚟噶？我等住佢開台啊嘛。放心，實有機會。哎，同你介紹先，阿先，我哋崇聯風姐，風姐係嘛？九樣大名。紅衣前坐管爆先。我印象，我以前紅英個肥仔啊，成日油尖我都好啊！我哋話肥 B 係嘛？咁你都幾得？唔瘦啊！而家減肥啊！哇！你而家坐坐坐坐。阿爸，今日係你放監、重獲自由、重新做人嘅大日子。我希望你会留低同我一齐庆祝。伟爷，到钟开食啦，浩洋喺度等紧你，我专登过嚟接你过去。长海，我阿爸为咗崇联坐咗30年，咩都冇晒，我只系想佢可以安享晚年。以後同崇聯冇啦冇啦，你係咁孝順嘅，就唔會當老豆係個棋子啦。我唔明你講咩，偉爺，我唔係想阻你享天倫之樂，不過有件事一定要同你講。我見過陳福全，佢親口同我承認，買兇殺你嗰個唔係符祿，係你個仔偉作榮。唔使揾人殺我，唔係話，長海你搞錯咗啊 ！SIA 一直喺背後操縱住九子強，想佢做崇聯坐管，所以揾人入監獄搞你，交我俾符祿，目的就係要符祿同浩洋鬥生鬥死，然之後九子強坐享餘人之利。咁唔會啦，我唔信。佢唔想你去浩洋度。不是为了亲情，是想帮九子强，他一直利用你，我在车上等你。明仔你说，我今天出贼，你亲自接我，我们喝茶回旧屋砌家私，这些你不是做戏的嘛，不是做戏的嘛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出句聲，呢件事唔關你事，同你冇關嘅，係唔係？阿爸，你要信卓海，我無話可說；你要撐龐浩洋，我都唔會阻你。我得一句説話，我唔會認黑社會做老豆。就算攞人捅老豆10刀、100刀，老豆都唔会怪你。系老豆欠咗你，我一世都还唔到。但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我欠浩洋，我欠啲兄弟，跟得我字头嘅，我拼一条老命，我都要睇住佢哋30年啊！
你坐咗30年啦，仲要行翻嗰条路？你好叻仔，喺政府入面做官，我哋家山有福，嗒得杯落。福仔，好多谢你今日陪咗我成日。系咁啊！对唔住啊，唔关你事，我自己带上头嘅。我想开个窗，吹下风。点解咁塞车嘅咧？唔清楚喎，好似系 set 咗 low 噃。啊，咁搞法唔掂嘅喎，话失浩洋佢哋散只，我都未到。翠海喺市区，而家被3架私家车、1架货车围住，暂时用唔到。继续监视啊 ，Yes sir。Plan B ready， go ahead， go ahead。大鱼入池，全世界 ready， action 啊 ，action。卓海同伟杰都唔喺车，暂时未知佢哋喺边个方向逃走。落车。哈杰入咗商场。放大呢一架，公德豆腐外卖味道。你都唔知，你识读唇嘅咩？我咩都唔识读，真话你知咩？唔会等外卖咁简单。你两个继续掹住，我出去逗下佢。Yes, my friend。先生。你是不是警察啊？黐线！你依家入去枪王，你是不是警察？咩 mission？ 咩部门？唔关你事，你唔好喺度左右左势。SIA。骨头 calling 鬼仔豆腐。我哋呢边跟得咗卓海同伟杰，佢哋好有可能去紧你哋嗰边。取上 order， 见到即刻进行拘捕。系啊，成个场都系嗰啲人，点算啊？黑人喺边啊？隨時會爆啊！小心！走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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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崔 Sir， 玩夠啦！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 ，SIA 要玩嘅 CIB 奉陪到底。
差唔多啦，夠鐘開席啦。點噶？水都飲咗幾壺喎，偉爺仲未見人喎。阿梁浩洋，我哋特登嚟見偉爺噶嘛，你唔係要我哋等成晚，最後佢話唔到啊嘛？嗱，唔使擔心喎。坐得喺度嘅全部都是偉爺的兄弟嚟嘅，偉爺佢自己都想同大家聚下舊啦。你哋唔係唔知阿偉爺份人噶啦，佢話到嘅話就一定到嘅。咁多位兄弟，偉爺佢而家未到啊，我做契仔嘅，而家先敬大家一杯。哇！做咩企曬度玩爭凳仔啊？連埋我啊！嗱，你個人嚟做咩啊？睇場啊！幾時輪到你講嘢啊？我嚟睇下偉爺，想同佢打個招呼啫。咁啊，九子強，偉爺佢未到喎。如果你係有心嘅話咧，佢陣間到嘅時候，我咪再叫你過嚟跪低斟茶俾佢老人家咯。偉爺咁德高望重，我斟杯茶俾佢有咩問題啫？不過睇嚟我怕冇咁嘅機會喎。我哋收到風，偉爺今晚咧就要陪屋企人契仔呢啲閒人嘅。得閒先再約過咯。浩洋，究竟咩一回事啊？你唔係呃我哋嚟啊？大家唔使擔心喎，我同大家保證，偉爺一定會到嘅。陳歡喜，你冇到亂講嘢啊！你再喺度搞事嘅話咧，我驚你出唔到呢個門口。哎呀，我真係有少少驚添喎。搞事都係你，浩洋，你揾偉爺個躲 ，call 曬兄弟嚟撐你。而家時間夠啦，偉爺咧？你點同兄弟交代啊？是對流還是對友？哪一個是我沒停留藉口？是有緣還是沒有？剛剛想要抽身，又再留後，是愛情還是追究？我跟踪着你没回头路走，直到没营救，午夜全无白昼，但我已没法子放开手。想抽离，为何越沉越深？被你什么吸引？我没法讲，请不要再问。天生理性未曾犯禁，却感性的走近。